日本料理精彩对决，汤头好浓哦，我很推这个。哇，前几名，算是最好吃的。有马铃薯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哎，这我可以，快太好，可以收买。那你眼前怀石料理，我是个美食玩家，疯狂转发。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跟着个钟仔，同埋 like 我的这条片啊。